嗯，嘿嘿，双双姑娘不愧是女中豪杰啊，好酒量，嘿嘿嘿嘿嘿，来，陪孟大人喝酒啊，来来来，陪孟大人喝酒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双双姑娘坐啊，哎，倒酒倒酒，哎，来，哎，喝啊。 来，马上，来，喝，哎，喝，哎呦，快点！ 出来吧！哈哈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哎，在这儿，怎么不出来帮帮我？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小祖宗，我要跟你告别了。告别？我们才刚刚见面呢。自从你被抓了，我到处找你。对不起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八百年后，画找到了。找到了，所以我没有不回去的理由了。 为什么不进去啊？双双不在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跟你一样。将来怎么打算？先把爹娘安顿好呗，他们年纪大了，不能再拖累他们了。至于这儿嘛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我肯定会回来。 不管他是否接受我，哎，你呢？我也放心不下。不过现在净瓶、画像都已经在我手上，我没有理由不回去了。嗯，这么说，咱们就此告别。 以后这两个麻烦的女人，就要拜托于你了。哼，你就放心吧。双儿我会照顾好的。至于青青嘛，她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怎么了？她去哪儿了？回家了。她答应她爹嫁给孟浪。 是啊，你走了，把他的心也带走了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他嫁给谁都会挺开心的。是啊，希望他们两个将来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嗯。
我走了。嗯，我送你。鲍仁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们还做好兄弟。喝酒杯，喝酒杯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哎，倒上倒上，来喝，来喝，哎，倒酒，倒上，倒上，再喝一个，喝喝喝。好，倒上。老爷，再见了双双，再见了青青，再见了钟书，再见了所有的朋友。我要回到杭州去，那里有我的亲人，我的责任在等待着我，等着我回去实现自己的诺言。我会永远记得你们，把你们记在我的心里，永远永远。老人，乖孙子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啊！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哎，着什么急呀？该醒的时候自然会醒的。废话，不是你孙子，你当然不急了。说的像真的似的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倒是醒醒啊！这急死我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瞧你这点出息！哎呦，有反应了！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！啊，醒醒，醒醒！啊，你们来了？什么？我们来了？是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啊！哎哎哎哎！
就晕了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不相信天意的结果呀。天意，天意，老天爷给你多少钱呢？天天你这么替他说好话，你不明白，我还不告诉你呢。嘿嘿，我说你们祖孙俩怎么就不懂得知命乐天呢？啊，你把我那扇子还给我好不好？一把破扇子，那么小气干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孙子满头大汗呐？他那是虚汗，虚汗，虚汗不是汗呐？那神仙是不是仙？妖精是不是精啊？小青，小青也是妖精，啊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小青在哪儿？他在雷峰塔。雷峰塔。哎，我说，青儿，你又来看姐姐了。姐姐，都是青儿不好，陷于儿女私情，丢了净瓶，害得姐姐现在还深囚于雷峰塔之下。既然已经不能和姐姐一起团聚，青儿决定离开。姐姐，你保重。青儿去了。青儿，你要去哪儿？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是我有心魔，放不下抱人。人间之情不可留恋，青儿决定随抱人而去。万万不可，要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放得下呀。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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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我总觉得身后有人在看着我？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大龙女，你杀我全家还嫁祸到青儿头上，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哪吒，你扒了我三哥的皮，抽了我三哥的筋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杀你全家的时候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连你一起杀掉，全部杀光。废话少说。哪吒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跑
哪儿去了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呀、啊？我又不是千里眼顺风耳，八成说不定啊，他已经想不开。呸呸呸呸呸！净说些不吉利的话，赶紧找木头拍拍。哎，好嘞，呸呸呸！真是你！哎，你不让我找个地方拍拍吗？去，你去，哼！哎呦，不好，打起来了！哪儿的？去死吧，保人！哎，还真打起来了啊！看来不是不打，时候未到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耍嘴皮子？快去救我！哎呀，你看看打得多漂亮啊！那小子他能打，他能打个屁！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小瞧人了不是？你孙子救了黎民百姓的性命，现在已经恢复了真身，你看看，哪里还是报人呢？他根本就是哪吒！哪吒！不可为呀、啊，天意不可为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哟哟哟哟哟哟！不好，不好！程小青，他已经不行，快走！啊啊，快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救小青！救小青！小青，他已经跳下忘情谷了。小青，哎，小心呐！小青，哎，哎，等等我啊！哎，给了，拿来，走！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杀了他？好人，我要让杭州的百姓给你一起陪葬。来吧！慢着，我说报人啊，一会儿再去救小青也来得及。眼下这个杭州城马上就被水给淹了，被水淹了。是啊，我说我们啊，先去把百姓给救出来，你说好不好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你得跟着我，还得跟紧了我。我怕。你怕什么？就是那个大龙女，她现在已经没有了心智，满脑子里就是那个杀杀杀。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一天早晚要来，不如来得痛快些，我们快走吧。那好，走。
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执念，大龙女始终没放下。可她是个神仙，难道看着百姓们遭遇如此横祸，还是无动于衷？哎，她的脑子里啊，除了那魂飞烟灭的三哥外，可能只剩下该如何把你哪吒给碎尸万段了。神仙就能如此任意妄为？开什么玩笑，事实终有报。可是他已经把这些都抛在了脑后，想尽办法杀你。我纵然是说破了嘴皮子也没有用啊。那就眼看着老百姓被淹死，看着杭州城被水淹没，这就是神仙的杰作吗？像你这样做神仙还不如不做。我任劳任怨地帮了你这么久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吧？哼，没功劳我还有苦劳呢。你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再也不跟你说了。哼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要再这么愣着就来不及了。啊，着什么急呀？一切自有天意呀。老东西，捣什么乱呢？你确定这样就能救杭州的百姓吗？这还能有假？救了杭州的百姓，这一切就结束了吗？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我自己了？这个嘛，也是，只要把这一切都了结了，你就能做回你自己了。怎么，你还不相信我？你们这些没情义的，我还真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你们。好好好，你有情义，你有情义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杭州老百姓就让水给淹死吧。神明显灵啊，苍天有眼，神明显灵啊。哎呦，他们都在拜你呀、啊、他们都在拜你呀、啊、哎呀，老天有眼啦，宝瑞有出息啦，宝家的列祖列宗们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，宝家的子孙有出息啦！哈哈哈，他救了全城的百姓啊！哎呀，瞧你这点出息，这时候想起老天来了。哈哈哈，原来你说的天意就这个意思啊！你早说嘛，让我替你吊胆的。高兴得太早喽。
天意不可违啊，世事难预料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上天之前啊，我得好好的喝上他一顿。走吧，哎，走啊，别陶醉了，走吧。要走你们走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。这杭州百姓都得救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啊？我要去找小青。哎，这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哎呀，我哪来那么多的办法呀？这都是你别说这是什么天意了。如果他拿着净瓶去救白素贞，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。这倒不会。哎呀，不过什么？哎呀，该打的迟早会打，该来的迟早要来啊！你又说什么呢你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陪你去。啊，我跟着你走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小青，小青，小青，小青。小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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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离他远点，你吓着他了，小青。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就是麻烦不断呐！你这破扇子扔了不行吗？你这不是已经拉上他了吗？你个臭小子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啊，万一大龙女打过来，你让我们怎么应付啊？先救人再说，哪有功夫管大龙女呀？你呀你呀！观音大师。观音大师，你就是观音大师啊！静平，出来吧。静平，回来。静平是你的？是，不过他好像跟你很有渊源，时常跑去找你，后来索性就托你保管了，不料被青蛇所盗，差点闯下大祸。麻烦你以后好好看好他，别让他再来找我了，免得再弄丢了牵连于我。报人，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可以返回天庭了。你是说这一切都结束了？那他呢？青儿。青儿，你醒醒！
青儿，青儿，你醒醒，青儿。静儿，我是宝仁。宝仁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是我。我这是在哪里？我死了吗？没有。你没死，是我回来了。我答应你要把静平找回来，我回来了。静平呢？静平呢？静平已经送回去了。送回去了？那我拿什么去救姐姐啊？青儿。为了这个静平，已经连累了很多人了，他不应该再留在人间了。不，我一定要拿到静平，我一定要救出姐姐。青蛇，人妖本不同界，白素贞犯下天规，理应付出代价。你知道什么是感情吗？你懂得什么叫真情吗？对，我们不是神仙，我们只是个妖精，可是我们不会像你们神仙一样冷酷无情。我姐姐只是想知恩图报，她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她只是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难道这有错吗？青儿，你听我说，青儿，就你姐姐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再想办法。可是静平绝对不能再留在人间了，他会引起更多的麻烦。青儿，放下你心里所有的仇恨吧，我们一起过正常的生活，好吗？过正常的生活，宝仁，你别傻了，难道你没有听到吗？我们是妖，没有资格过正常的生活。曾经姐姐也想过正常的生活，可结果呢，却落得个夫离子散，永远都无法团聚。青蛇，我本体谅你与白素贞姐妹情深，念你舅姐心切的份上，盗取静平之事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可是你至今不知悔悟，留在人间恐怕还要生出是非。少废话，把静平还我。青儿，青儿，小心姑娘。青儿，观音大士，青儿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我求求你放过他。他执迷不悟，不知悔改，留下他来恐怕还会危害人间。还是随我去吧，诵经念佛，早日消除自己的孽障。你们这些天上的神仙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？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回静平，就是为了能跟青儿在一起。人间尚知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成全我们？宝仁，我刚才看过了，小青的前世犯下孽障，自刎于人前，临终发下重誓绝不为人，所以此生才会转入妖道。今天的一切皆是前世种下的因。你是说青儿她永远不能转世为人？不，这不公平，不可能，这太残忍了。宝仁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命运是不可改变的，你还是随我回去复命吧。
前世的因，今世的果。如果我能改变他的前世，是不是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？宝人，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，万不可逆天而行。时辰到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不回去。哎，宝人，你胡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千万不能任性，做出一些不能挽回的事儿啊！我要去改变青儿的前世。哎，你疯了！这么好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就差一步你就能回天庭做神仙了。你在人间已经受够了苦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去做你的神仙吧。我不能丢他一个人在轮回里受苦。那不是你能改变得了的。观音大师，请将净瓶借我一用吧。净瓶事关重大，不可儿戏，时辰已过，你好自为之。孩子小不懂事儿，你别跟着他一般见识啊。青儿，我一定要解救你，你等着吧。啊！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呀，净瓶还我！啊啊！包人，包人！这，包人，看在你找回净瓶有功，我就成全你这个心愿。不过你千万要切记，你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。能否改变青蛇的命运，就看你的造化和诚意了。若是青蛇真的因为你而改变心意的话，他的命运自然会跟着改变，而你仍然可以返回天庭。如果失败了呢？若是不成，你将失去生命，重新陷入转世投胎的轮回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观音大师，你还没告诉我，我该去哪里寻找青儿的前世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青蛇的前世正是南齐钱塘钱青青。宝人，你别走！观音大师，我求你，给我一个解脱，让我也去南齐。龙女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已犯下杀戒，本该处以极刑，可是念你对龙王三太子的情谊，可感天地，罚你终身在龙潭里苦度修行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要手刃鲍人这个杀夫仇人。我早已立下誓言，我不把他碎尸万段，便如此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成全了你，让你亲眼看清楚一切。但那里没有你的肉身，你只能看不可为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往生之路必定灰飞烟灭。